打得不错哈，你觉得站在这边跟在外面跟在里面有没有不一样？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？你现在站在这边，这里面比较紧张。在里面比较啊，在外面呢？在外面更紧张。真的吗？现在还会紧张吗？因为现在只有看到。现在还会紧张吗？因为还在想刚刚的比赛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这是不是你第一次比赛？没有，那上次有比吗？对。啊，你现在多一次就有多一次的经验呐、啊。你刚刚球哪几球打得比较好的？你自己想想看。后面那边有没有？后面有没有打？啊。镜头。你有听到我们给你加油吗？啊。现在还会紧张吗？不会。不会啊。那你等一下还要不要打？还要打。要不要给自己加油？要。好，给自己加油，好不好？很好，你刚打得很好哦。刚刚后面那几球啊，真的打得非常的好。有什么感觉？球很难。啊？球很难打。球很难打哈、哦，跟平常的练习有什么不同？比赛跟平常练习有什么不一样？比赛跟平常练习有什么不一样？会紧张。我跟你上场都不会笑，平常都有说有笑的。这次比较紧张哈，等一下可能还有机会，再加油好不好？好。嗯、对镜头说，给自己加油。给自己加油，对着。说，我李洪恩，我要加油努力。这样比较有效，哎呀，好 ，OK。